出我的白袜子，我出我的黑袜子。黑色加白色，合成出了大熊猫。我们的动物园里终于有动物了，看我们的，我出绿色恐龙，我出恐龙上的黄色眼睛。啊，绿色加黄色，怎么会合成出来青蛙呢？我们的动物园里有大熊猫，你们只有一只青蛙，看来还是我们的动物园更好。美人鱼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白雪，和我们一起合成动物吧。好，我出黑色头发，我还出黄色的眼睛。哇塞，黑色加黄色，合成出了大老虎。美人鱼，老虎可比大熊猫更棒哦。什么？白雪，你帮了他们一次，也要帮我们一次。好吧，我出黄色的衣服，我出棕色的头发。哈哈，黄色加棕色，合成出来了一头长颈鹿。我看你们还能合成出什么动物。凯莉，我们继续。我出白衬衫，我出橙色的裙子。哇，橙色和白色合成出来了可爱的小狐狸。我们已经有三种动物了，你们认输吧。我才不认输呢，我出白色的牙齿，我出淡蓝色的裙子。哇塞，蓝色加白色合成出了海豚。小野，我不能留在你的动物园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要生活在水里，可你的动物园里没有水族馆。再见了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我和安娜一起还能合成出什么动物吗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。